好啊，听你师傅讲，你公司要派你出差去澳洲是无？明仔早就要出啦。是咯，我去几耐日，了下礼拜再来。嗯，啊对啊，这个月的水电费你去还袂啊？我袂记去啊，歹势。啊。爸，我待会上课，顺便去还吧。免啦免啦，恁两个去无闲啦，我等下家己去还就好。啊，爸。好啦，来来，这个你吃。感谢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哦。OK OK， 好好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阿公啊，回来啊！对啦，阿爸买一件衫了。感谢。啊，明仔要出国，较早睏啦，哈。其实，我失业了。我并没有到国外出差，我只需要到外地面试。先生，今天的面试取消了。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哦。我们已经找了合适人选了。OK OK。只要心还暖着，希望永远亮着，累了就回家吧。阿红，咱来回去啊。